吃完了吗？嗯，我也吃完了。那我去洗碗。嗯。这一天到晚的跟个急惊风似的。你什么时候上来的？今天武汉下雨，回来晚了。刚到。感冒好点了没？你那有下雨，没淋到吧？吃了你给的感冒药，好多了，都有力气出去做家教了，而且也没有淋到雨。快点吃药。放心了吧。哎，对了，今天我被二喜嘲笑了。怎么？他嘲笑我说，我们都见面了，暑假里面还在网游上聊天。这怪谁？怪我，怪我。不对啊，怪我妈。她压扣我奖学金。我可不敢怪你妈妈。欺善怕恶。我觉得在网游里聊天挺好的呀，有山有水有风景，还有你。那老规矩，你呢码程序开着游戏，我带着你还有老虎们去升级，你得自动跟随啊。好，那我去了。我妈来了，晚饭吃的那么少，吃饱了没啊？吃饱了，喝个养乐多，别饿着。谢谢老妈。哎，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，学什么不好，非得学电脑？哎，我听人说啊，这电脑看多了，脸会变成方的。再说这辐射对皮肤也不好啊，天天这么晚睡，还饿着，对身体一点好处都没有。是啊，哎妈。你说你这么关心我，要不以后别让我洗碗了，洗洁精对手也不好。那你洗菜，我还是洗碗吧。这还差不多。哎妈，你以后少看电视，电视也是方的。嗯，喂，我回来了，我妈出去了。那我带老虎去了。你在干嘛呀？研究洗碗机。洗碗机？我也不喜欢洗碗。你偷听我们讲话？我不介意光明正大的听。革命的萌芽曝光的太早，会被扼杀的。微微，嗯，萌芽要光合作用，不见光的那是豆芽。大神，你肯定没开空调吧？校会这么冷，一定自带降温系统。对
那我走了。好。为了给你们找口粮，我这是跑遍了整个地图啊！谁让你们爹不管你们？我一个人带着你们打架升级，这是又当爹又当妈。不过他呢，也是为了给你们赚银两，你们就不要嫌弃他了。话说，大神最近真的很忙，要是我能帮你什么忙就好。睡前看会儿编程书。啊，又吃完了。又要给你们刷口粮了，你们两只老虎真是太会吃了。对了，你吃饭了没有啊？忘了，不过现在有点饿。家里没人吗？没有，他们出去工作了。你有零钱吗？啊，没什么。有人敲门，我去看看。你叫的外卖？是啊，他们家牛肉饭很好吃。不过你怎么去这么久啊？没有零钱，去问隔壁系主任借的。系主任？
妈，电视剧看完了，男主角女主角在一起了吗？这电视剧的男女主角哪有这么容易啊？那还不得误会个几次，分个一两次手才能在一起呢？要不然这电视台放什么呀？哎，这都11点多了，早点睡。嗯，知道啦。那我睡觉啦。妈，你也早点睡啊。当你突然看我的时候，当话语开始多余的时候，当心慢慢靠近的时候，这时天刚好黑了。当我快忍不住的时候，当别人开始多余的时候，当爱悄悄来临的时候，这时天刚好。无需言语，无尽浪漫，无限可能的夜晚，用蜡烛代替所有灯，让音乐代替话语声，此时无声胜有声。如果要我开口，只能说一句话，让我成为你的有可能，让 yes 代替所有 no， 让勇敢代替所有 就， 刚下眉头却伤心。